是07届新秀当中唯四的这么一个能够续约的球员，包括杜兰特，包括诺瓦，包括霍福德这些球员啊，还有一个康利，这都是大牌了啊，他算是一个小牌，还能够得到续约是不容易的。好，看到这边呢是更多，这是导致第二节被拉开比分的原因。哦，这球防得漂亮，杰克这球赏了对方的一个大火锅。哦，本来哪里，这是他的特色 ，catch and shoot。黄蜂队第一个三分啊，在缺少了戈登的情况下，第一个三分。其实从这个得分上看，太阳队现在已经得下了48分，再一个打板50分。哦，这关佑当年啊，非常习惯用的动作，就是大三步之后然后打板。因为他如果让太阳队得分超过100分的话，他们赢球率会很高的。啊，这边的一个 catch and shoot， Bananari 来一个三分球，还好还是压。